可不可以拿出来一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？那天经过一家餐厅，看到你要结账，你有套卡的话就不用一张钞票，电子卡或实体卡，学校的特约卡，秀出背面特约点就有那优惠呢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拿出来想想就